OK， 继续吧。好恐怖啊！看老头配爆米花，呵呵，老头太快了，男人不要太快。不会啦，我哪有很快？是谁讲的？是哪个王八蛋说我很快的？我发现我这样绿幕这样子好像还是有点那个哎、欸，啊，可以动，可以动了。所以说我现在是过到哪里啦？现在是过到哪里啦？好，依旧是我们的手电筒。我们现在应该该不会要重走了吧？好，我们电梯可以按了，是吗？我已经忘记我现在这是几楼了。我们现在是在二楼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不需要往下走。我记得我们二楼这边还没过完吧？我已经有点忘记，我要怎么过了这里？干，卡三小，不要卡，不要卡，打不开，打不开，打不开。这里我走过吗？昨天玩，今天全部忘记了。这个锁起来了。哎，里面有谁啊？里面是有个人坐在那里，还是我看错了？天啊！厕所我们之前都去过了吧？觉得厕所我们都去过了、啊，对，这个上一集昨天直播全部都看过。我们今天是走这里拿钥匙嘛？对，上门可以开吗？也是锁起来的。对，二楼，好的。卡屁哦。然后我们在这边死掉的嘛，对啊，然后后面的门就关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刚才按而已，拿那个美工刀的女生就出现了，大姨妈，大姨妈就这样走进来了，她用那个她的血虚空顺动顺到这边来了，我觉得她会来开门嘞、欸，好像来了。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、哦。啊干，死定了！啊，不要！大大，有话好说。别这样子嘛。No， 不是现在啊、哦。哎呦！在看屁啊！别看啦、啊，他眼睛睁超大了，果然是怨灵，怨灵啊，很怨你有没有？然后眼睛超大一 K 那样，盯着我看。主任坐在那里吗？这里没有主任，这里只有我跟他而已。安安，布尔，安安你好。他走了吧？干死定了！哎呀，救命啊！不要打他 ！No！ 你什么都没看见啊、哦？我都要开门了，我要被插死了！大哥，大哥啊！啊，大姐，大姐，我叫错了，抱歉。他过来，他过来了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可以挡一命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一击必杀啦。安安，你好，芋头控，月经女，太暴躁了。可惜没有主任哦、喔，对啊，没有主任。你会被吓到吗？
多少会吧。我记得我昨天玩的时候也是下超大力的说，他走了没啊？他走去哪里去了？我还不知道。啊，他是走，这家伙走哪里啊？这边有个电脑，我之前死在这里嘛。听得到声音，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Oh my god！ 我天啊！先躲再说，声音越来越近。快使用巧克力！搞不好我一条巧克力也不够他吃啊！啊，他的那个月经量这么大。我看，哦，他转弯了，他应该去看那个柜子。我想要等他出去，因为我想要看那台电脑到底要怎么操作。昨天直播的时候，我那电脑还没仔细看就被他遇到了，那我就挂了，真是很靠北。他现在看那，他现在看那个柜子。我想等他先离开，让他走啊走，哎呦！我只是一个柜子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一个置物柜而已啊！我让我们摘戴耳机玩，真的超可怕。对的那个声音很明显，走过来的声音完全都听得很清楚。这是一种青春期对抗更年期的概念嘛？没有错。热牛奶也准备一下是吧？他走，我听声音，他的声音从右边慢慢的淡出了，我应该可以出来了吧？可以了吧，达达？好像走远了哦，过来 ，Hey man， 看那个大姨妈已经那么久了，你看这墙上黑成这个样子。16避免忘记。什么东西啊？登记卡拿了之后刷了没反应。什么东西啊？这还有什么收入？这是薪资袋是不是？我不是要看这个啊！看他来了，啊，他走了，超危险的。16使用证件步骤，把证件插入卡机里面，输入密码，输入正确之后请刷卡。谁知道密码啊？等一下，我不知道密码啊，还是要看一下文件。这是日记啊，他这好像不附文件的样子，而且也没显示任务，冲一下，他这里没有显示任务啊，这都是日记。用啊！16，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密码才行吗？还是这个纸上面有密码？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。哦，183476啦，是不是员工号码？183476，来，选择数字，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，蹲着不能打字，是不是？只能站着靠。哎，阿娇怎么按？靠背啊！我要怎么输入数字？哦，有了。哎，我忘记密码了，有还记得吗？哦，183476嘛，183476。耶，成功了！我们可以刷卡离开这里了，干！
我记得我们好像有的地方是需要刷卡刷卡才可以开门嘛？刷卡，刷卡是什么鬼？刷卡才可以开门。完了，不知道在哪热感应。等一下怎么办？我有点失忆症了。我们先躲一下柜子，稍微思考一下。刷卡一楼就有了嘛？一楼有一扇门是需要刷卡才可以进去的嘛？对不对？还有别的地方要刷卡吗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安安各位早，安安大大嫂子呢？在我左手啊，嫂子在这里，很美丽，有没有？我的嫂子，果然不能小看更年期。好，我们先不要急着去一楼，我有点好奇这个女鬼她的这个走廊的正前方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我们需要好好的探索一下。可是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。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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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大不要！嘿，嘿 man， 先躲了。哎，如果这样子看，会不会看到脸超明显的？刷卡才可以开门，刷卡。今天比较早开嘛，对啊，我六点开，希望我今天可以直接破了。安安，好久没有这么早到，你好。哎、欸，昨天开的时间也是六点嘛，我忘记了、欸，我忘记我昨天开的时间几点，我也记得我好像也是吃饱后才开台的样子。所以他到底在哪里啦？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哎、欸。哦，原来这里是厕所。厕所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垃圾袋。这么远，他应该看不到我吧？打不开，看另外一间厕所。看看什么照片可以拿之类的，收集一些隐藏要素道具有没有？拿来了。妈的，两扇门都不能开。哦，他过去了。慢慢来哈。这扇门他也打不开，他走出来了，他是不是走出来了？要过去吗？不知道他是不是站在门口哎、欸，说真的，我很怕。看声音太近了，他在门口。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他现在在门口，他出来了。干，羊入虎口。我想要直接暴冲哎、欸，暴冲去躲置物柜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我要走了。Hello， 你好吗？衷心感谢。期待再相逢。看来他是没发现我，我们可以去一楼了。刷一下卡，开一下门。哦，这个罐子掉下来的声音、啊。他动作太慢了。是哪一扇门啊？我忘记回去的路了。是这里没错吧？对不对？靠北，我看到他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刷卡不是这台，这个不是刷卡，我要坐电梯到一楼。为什么不按一楼？我们原本是在一楼还是二楼啊？算了
算了，我们去三楼好了，一楼不给按。一楼坏掉了，难道我们要改走楼梯下去到一楼？好恐怖哦！对啊，好恐怖哦！抓卡在哪里？这台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注意啦！靠背啊，这么暗，死定了！摸猴子的叫声，美工刀又瞬间移动了，这货怎么又瞬间移动啊？堵住了，这货无所不在哎、欸！我好不容易来到三楼，必须找到针，针啊，好，你可以念针，不要卡啦，靠呗。为什么会有那一只？啊，这里没得躲啊！拿到了香，仪式所使用的香，代表那扇门我不能开啊，会被他发现啊！干，死定了！这边有柜子可以躲，太好了。没有什么东西，蹲一下，蹲一下。干，我要看一下召唤鬼魂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召唤鬼魂，那个北极就过来了。哇，鬼过来了，先躲。有尾啊，看三角。哦，插了那个香，鬼就会过去，是不是？然后就会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那边开个门了？好像是这样子啊，样子啊。美工刀的声音真的，一直听到完美工刀的声音，好恐怖哦。恶鬼的弟弟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反正我已经成功引诱他了，所以我可以回去。你看，看皮看。我可以成功的过去喽！好，原来是要把它引到左边，然后往右边走，是吧？啊，他在那边，北七，怎么又一只？哎、欸，这边也太多这种黑鬼了吧？哦、我觉得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啊、哦，被招了就死定了，就只是他们长得黑黑的嘛。Oh my god， 什么声音啊？上次遇到的是恶鬼，那这到底又是什么鬼？讨厌鬼吗？干，真的要过去吗？不好吧？这种情形过去根本是找死啊！吹熄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过去是被追啊，应该是不要被他的红光给照到。把红光照到这边为止，干这个女鬼，该不会她来了？我没有香可以插，哪边有香？干死定了 ！Yup， yup， 不要！还是被发现啊！那个是他的，那个算是他的眼线啊。那个鬼会帮忙巡逻啊。那个什么月经女王
月经女王，我找到她了，她在这里。然后月经女王就冲过来抓我。啊，好像懂了什么。哎，怎么她又来了？冷不防哎，这到底要来个几次啊？北齐在那边，看着很小。这边有蜡烛，是谁偷走我的蜡烛？可鬼，搞不好是懒惰鬼。哎、欸，安安你好，好，现在这个状况是，我只能选择往右边走了，或者是走这里。Oh my god! Oh my god!妈妈咪呀！啊！为什么会被看见？钥匙，钥匙！陈娜，救救我吧 ！No！ 啊！碎尸万段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杀死我！好险！好险啊！我已经上香了，顺上香。那么年轻就当叔叔啊？对啊，超年轻的。有没有他过去客了？有没有？呵呵呵，这样子我应该可以往左边走了吧？他闻那个香，闻得很爽，有没有？像是那个啊、哦，成年那个什么成年的内裤那种成年内裤般的香味啊，闻得很舒服。完了，现在那个女鬼又改路径了，我不知道她现在人在哪。哦，没有嘛，路径没改，依旧是这样子。好，等她回头。哎、欸，看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可以站在上面啊！我可以站在上面，好好笑、啊。哦，好靠近哦。干，这个也太近了吧！也太近了吧！耶、yeah, ，成功！那好了，应该没事了吧？不过他的那个美工刀的声音依旧，感觉应该等一下又过来了。哎呦，干你啊！吓我一跳！在蹦什么东西啊？哇哇哇哇哇！先关门再说。最近到底来这里是要拿什么东西来的？太暗了，太暗了！看那女鬼又来了 ，mother！ 哎，不对啊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那我来这里用意是什么？只是路过而已吗？至少给我点东西，比如说带走之类的吧，是吧？哦，有啦，谢恩家长给教授的信函。尊敬的教授，谢恩现在精神状况不正常，必须带他去医院治疗。一开始医生诊断出他有幻想以及压力过大，大脑的某些化学物质不正常，但原因不明。哦、就是中邪嘛，不用讲了。因此建议需要密切的观察与照顾。在谢恩治疗好能正常回来学校之前啊，我想现在请一段长期的假啊，就是让学生请假这样子。玩这游戏后对美工刀特别排斥哦，我是觉得还好啦，不要想太多就好了。
我侄子大我32岁，我靠，也差太多了吧？老头，你可以找你侄子跟你一起直播吗？我干嘛要跟他一起直播？他还在读幼稚园欸，大大。我们游戏都校园，真的是哈。啊，你就跟那白色情人节很像嘛？可我觉得白色情人节比较好笑欸。我觉得白色情人节不怎么恐怖，学校才有衣柜。看来我们只能往那边走了。这边只是一个路过的终点站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哎，这里都不能开。它这里有些门都省略了，不给开了。12305，这是病房吗？12305，这边可以开。Hello。我看到了，前面那个三角形，光明会确认。你以为这是巧合吗？我觉得不是。光明会确认，完了，全部都是在浪费时间用的。好了，看来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看了，只剩这扇门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坐楼梯走到一楼，就是从这里。这上小为什么会有血？哇哦！我内格了，正在读档，他在读档，所以我内格了。哎、欸，我要看报纸啊！Oh my god！哇！流血！哇，这大姨妈的量不可收拾啊！找到了失踪一周的女大生尸体，全身是血与铁钉。10月3日，经过警方多日的调查，终于找到女大学生帕沙塔拉西里沙昆，简称贝尔就好啦。讲那么长，位于工程系大楼中已经没使用很久的这个多功能厅里，沉尸多时已无人发现。并无人发现，直到尸体臭味弥漫出来，死者穿学校衣服，浑身是血，不能断定是否为他杀或是被强暴。诡异的是，还有一些铁钉散在尸体旁边。今天警方将这个尸体送检调查死因。他现在讲的应该是现在这个女生啊，就是这个大姨妈女孩，就是在讲她啦。好了，都是血，我觉得是进来好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啊，这周围实在太夸张了吧！这个量是一年是不是？一年的量就这样子吗？Oh my gosh！我听到声音了，喷到天花板是怎样？满满的大姨妈，死因？不对啊，他说这个死因还有铁呢，铁钉在身上哎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被下巫毒啦，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，它上面有那个巫毒娃娃，有没有？他是被下巫毒，被下蛊的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变这样子？怎么会变这样子？变回来了，这美工刀的声音好明显啊！怎么变了？Oh my god！必须找到出口，逃离这里。又是这个地方，跟刚开始一模一样，非常好。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而已。敢吓我一跳！听。熄灭火门就会打开，还要熄灭所有蜡烛哦，这么搞纲哦。现在还剩下两个是吧？好的。
这家伙现在在哪里？你看他这个线都牵到那个地方，所以说我们跟着线源走，我们可以走到其他剩下的蜡烛。啊，看，妈妈咪呀，妈妈咪呀，你不要开门哦！哇，变厕所了。刚不是还是超级衣柜吗？不要开灯，妈死定了！我家亲戚在外面大叫，吓死我的猫！流产也没这么多，吓到吃手手。鬼通常不会靠近自己的尸体。是这样吗？欸，所以说这个是不会进房间的鬼，好像不会进房间欸，因为就算他进来之后我被发现，他也没有地方让我躲。看他到底在哪里啊？算了，Oh my gosh！ 嘿，嘿，我躲，你看不见我，我是一个柜子，我是柜子，我只是一个柜子，木头做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哦。欸，我记得，我有看，完了，没有柜子可以躲啊，没有那个铁柜啊。在上面，Oh my god！ 哎，该怎么啦？我成功逃脱啦！那啊，听话，我就把门关了。听话，啊，好多了，好的。烧掉一条线了，最后一条线。不要转弯哦。最后一条线应该是这里是行的吧？欸，原来这里也可以躲欸。这里应该看得到，有看到了，超近的，真的，真的超近，好笨的鬼哦！看到自己的尸体会更加愤怒，或是伤心悲痛。你这么说，你这么说还蛮有道理的。好高级的厕所会移形换影，有声音，声音，怎么会砰砰砰的声音？他去哪里了？他说 ，Come back, come back。这个怨灵真的超深的，怨灵。他就在我隔壁，他妈的隔壁。不要突然往上爬哦，我绝对会把荧幕打爆。谁到底在哪？居然不在！敢卡住了，这过不去啊！对啊，我们到底还欠缺什么东西啊？这也就过不去啊！哎，女鬼居然在对面 ！Hey man。哦、oh, ，what the？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哎呀，原来如此 ！Oh my gosh！ 哒哒哒哒哒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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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。那好笑。那好了，最后一扇，注意啦，把门关起来，调查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一模一样的房间，没什么太大的差别，你知道吗？只是东西摆放的位置不一样而已，复制贴上嘛。好了，哦，又开始独挡了，又有什么新东西出现了？我们三个都已经解决了。看这个，这家伙会开门啊？这家伙会不会开门？我还是站远一点好了。这个游戏适合配寿司，为什么？有人赞助你了？有啊，那个陈小喵跟那个另外一位大大，我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看一下啊，叫怡林，对，两位大大赞助，感谢。讲到这个贴图的部分的话，我是有跟我的朋友有提啦，但是他说他电脑坏掉了，可能要过一两天吧。然后会新增两个表情符号，一个表情符号是阿斯的表情，一个是你们想要的惊吓的表情。好，到时候再把那个草稿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，看你们喜不喜欢。喜欢的话我就用了，如果还需要修改的话，就是我会再给他拿下来，然后叫我朋友帮我改一下，是这样。看来是他是不会开门的，我就自己来开门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要回去的嘛，对不对？走回家喽。他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玛利亚·波尼，玛利。会，对啊，是你啊，两个赞助者，目前就两个，多多少啊？75块台币一个月啊，就是一个月只要支付75就可以获得这个你们现在所看到聊天室的这个头贴，然后之后还会追加新的表情符号啦，然后那表情符号是可以自定啊，就是看你们想要什么吧。我靠，也太近了吧！我是一个窗帘哦，不是，我是一个浴室的门帘。我是浴室的门帘，你什么都看不见，太好了，根本是脱窗嘛，笑死你！我笑你。他走过去了，啊，非常好，趁现在。我以为是自己的家，说，我讲水彩笔，这是哪里？简有没有可能在这里？你问我，我怎么可能会知道？一个月少吃一个便当，耶、yeah! ，达成成就，你在说你吗？那之前就白抖了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出赞助者模式啊。对啊，那其实抖内的方式支持实况组的方式就是抖内嘛，就是你像那个阿莫说的那个抖内是一般的，然后赞助者是大概这一个礼拜左右新推出的模式。对啊，没办法啊，拿到钱不爽抖500，不用啦，我觉得你们就赞助者模式放一放好了。这样会对你们比较好啦，因为说真的，赞助者模式就是一种另类的交换，你知道吗？我拿贴图跟你们做交换啊，啊，就只要75块就好啦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至少你们有东西拿嘛，而不是说都没有。你说煞吧煞？
这里是哪里啊？哎呦，东西，我刚刚有没有看错啊？是东西掉下来，吓死我了！我想说什么头露出来之类的嘞，上面的头还是下面的头啊？下面的头我真的会吓到。完了，又不对劲了，非常之不对劲。我们到现在还没找到我们老婆，我们老婆一直跑，烦死人了。干！这边有两边的路呢，要走哪一条好啊？我看我走哪一条好了，都是石头像的这个。啊，这全部都是放颜料的地方，是不是 ？My gosh！那是什么？巫毒娃娃又一个巫毒娃娃了。这个应该就是类似像下蛊啊，所以就是我那个大姨妈被下蛊，然后全身都是钉子，有没有？刺满铁钉的恐怖娃娃，有一张女人的脸。这个女人的脸应该就是那个我们照片中里面那一个，就是这一个啦，不是这个。学生的鬼魂的一部分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女的。那这个女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姨妈女孩，说不定。啊、哦，可是这个娃娃好像没有办法拿出来的样子，哎。对啊，照片不能拿。有没有？就是她啦，看见了没有？有没有？就是这个啦。哎呀，好，就是这样。要怎么赞助哦？就是你去那个聊天室下面有一个金钱的符号、哦，它就有两种赞助方式，一种是超级留言，然后一种是赞助者模式。赞助者模式就是目前最新的这个模式，应该是不难找啦，不难找，应该不难找。对了，这游戏好玩吗？不错啊，你可以买来玩，430块而已。YT 支持苹果用户不能赞助。啊、哦、，YT 歧视啊 ，iOS 啊、哦，你可能没有抓 APP 吧？那个 APP 好像是要用 YouTube Gaming 的 APP， 好像才会出现这个东西吧？我是不知道有没有歧视啦，我也知道，据说 APP 你要有装才会有这个功能，手机用户啦。不过我觉得这是刚开始啊，之后可能会，看一下，之后可能会都可以使用啦，就是它还没有开发完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还需要一点时间啊，是不是？需要一点时间啊！啊，哇，这个吉他是怎么样？爆破吉他是吧？哎呦，我刚看到有一只手、欸，哎，那个笑脸实在有点诡异，哎，又消失了。这后面是什么？哎呀，那边怎么有一幅画，好恶心哦！看得很不舒服，真的看得很不舒服。你看那幅画看起来好诡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不能剪？然后骷髅头有没有？是干嘛？神秘的符号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好了，像是某些符号。开来多久了？一个小时有了吧？我去看看十月初再给你500，不用啦。赞助者模式开出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对门比较有帮助。你看这看起来好诡异哦。我觉得这种东西最恐怖了。看着你笑，笑着你心里发寒，笑着你心里发寒。
哎，这个上锁了，密码、哦，会不会跟之前一样啊？九七八九。等太多了。Hello， 你又在直播了，安安。昨天看到你直播，好开心哦，安安你好。那姨妈有找到她怎么死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过她就是好像被人家陷害这样子，对，被下巫毒，就是全身扎满了铁钉，一种古代巫术的样子。我靠，门居然开了。我在想，往哪里走？先走哪里比较好、啊？看、欸、这边都可以开啊、喔！怎样？这是怎样 ？BOSS 战吗？不是要 BOSS 战的意思吗？啊！好诡异啊！还有一个笑脸，你看他在对你笑耶！他对你笑耶，笑到你心里发寒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神秘符号二，也太亮了吧！我感觉这个就像是一个那个三个密码的密码锁的那种感觉，觉得是啊。哦。哎、欸，关山角。哦，还好，可以出去就好了。哎呦，穿过去了，够了哦。第三个符号是吗？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是简的日记、欸。哎，今晚又是一个无聊的夜晚。提姆打电话来说，公司的工作还没做完，本来已经约好今天晚上一起出门。这是提姆的假期，为什么还要去工作？那属于我们的假期呢？有时候我也在怀疑他是否对我感到无趣了。老实说，我的说话技巧也没有写文章来得好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是否要主动付出好，主动对好他，或者我要尝试改变自己，却实在想不出来。好呗，这些日记到底是要干嘛？告诉我。哎呀，好恶心哦，这个脸。告诉我一个女生。啊、要如何挽救一个旧感情吗？挽回旧感情，8108房间。我、哦、干，这个脚很厉害哦，这个脚很可以哦。啊，有了神秘符号三。这个神秘符号可不可以组合啊？好了，我三个神秘符号都拿到了。我倒认为这神秘符号可能是要用在前面那个大平台上面。我是这么觉得啦，啊，就可以从中得知密码。斗阵特工哪里买啊？你上网去打 Brisa 暴风雪就有了，它是暴风雪游戏。老头会开赞助者模式吗？现在不会开啦，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没有办法，就是开赞助者模式，就是说赞助者模式留言这个，我基本上应该是不会限制赞助者模式才可以留言。我是有想过这么做可以过滤掉一些不好的观众啦，我指不好的观众是属于那一种，就是怎么讲，惹是生非的观众吧。哦，但是呢，想想我的观众群，我自己也稍微思考一下，观众群其实经济能力。就是说，有自己经济能力的其实也不多，都是学生。那我想说，我也没必要这么做啦，因为这么做的话，大家不能留言，就没有参与感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说还是算了吧，嗯，就用一般模式就好了。那赞助者他一样得到他拥有的贴图，然后没有赞助的一样是可以在聊天室留言啊，这是最终的这个啊这个计划啊这个策划就是这样。所以说我不打算关啦、啊，哎、欸，不然我不打算开。好了，我现在到这边来了，是怎样？这不是那个吗？烙印的那个吗？额外备注。这个邪术的原理是被人家用来啊。被下巫术的人将会被来自这个木土。
的死者灵魂入侵，永远迷失自我。死者的灵魂将会追随着下巫术的人一辈子到死亡。就算分开是分开的一天，下巫术的人身体会承受剧烈疼痛，如火烧身一般痛苦致死。哪里啊？对啊，要很多学生啊。老头有被女生亲过吗？有啊，当然，怎么可能没有？不然就是问一些多余的话，听得很烦。那没办法啊，就是还是要顾大局嘛，总不能说要过滤掉那些，然后一些本来很正常的观众啊、哦，本来正常的观众，然后就要被牺牲掉。哎、欸，这是一个数字哎、欸，是286吗？换章。是286对不对？我怎么看觉得都像是286哎、欸，感觉像是286啊，上下做替换好像都是一样的，他就直接帮我排好是286了，还是48还是485啊？会不会是432 482？也有可能482哦。我们是看482好了，286或是482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那是要全部弄在一起透光看的，286或是482嘛。我们现在看一下286，286。那就是482，有耶，482开了 ，open， 必须找到剪，哇哇哇哇，哎呀，好恶心哦，这到底是谁画的啊？看，超恐怖的，这是干嘛啊？美术课一定要把这种美术的东西搞得这么阴森恐怖吗？啊，就不能好好画些？哦，完了完了！啊 ！No！ 大大，我才刚来而已啊，哥才刚来而已，不要，我不好吃啊！可以躲后面。哇，果然是白内障哎，切美。晚点再来，要出去玩游戏了，拜拜。要被强制脱乳了，果然不要乱批评画作。看谁知道，可是这画得很恐怖啊，对不对？你至少画一个啊，那个动物朋友嘛，卡哇伊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或是画飞天小女警啊？你那在这种场合、这种地方画这个，怎样比较有代入感？是不是？比如说我现在往哪里走会比较好呢？你看这个人长得跟我好像啊、哦，把刘海放下来就简直跟我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样子不 U 哦。好，我先来看一下这边好了。既然都被他强制带过来这里了，有什么？哎、欸，神秘的照片碎片，这该不会是我的吧？我们现在要几张神秘照片碎片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11张，我们还差4张，到时候可以组合。我们还差4张碎片，他去哪里了？看到北极在那边，那我们往右边走好了。这门可以开吗？好像不行，不能开，不能开。Hey man， no。大大，不要！嘎！
哈林老师，不要啊！啊！不要！哎，你见鬼啦！这家伙会瞬移啊，太神啦！你不要转弯！哎，没有转弯，太好了。搞不好从哪？哎，不用从哪嘞，拿到了就直接拿到了，这么的贴心啊！果然，嗯，好贴心哦。这游戏这么的贴心。我们刚刚在右边好像也没拿到任何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我印象中好像一个东西都没拿到吧。那我们就先，我们等他这个走过去，我们往左边走看看好了。你就往左边走。嘿，对哦。没事没事。没事啊。所以。这边都是血。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卡条啊！等一下，谁开门？没有开门的声音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又一个神秘的照片了，我们快收集完了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原来这可以移动哦！哎呦，很可以哦！怎样？哇，妙禅啊，你是妙禅的子弟吗？那既然你顺那边好啊，没差，我就往回走啊，我不差你啊，是吧？哎、欸，怎么感觉路不一样了？哎、欸，不一样嘞！我靠！不一样嘞、欸，没办法回头了，无法回头了。噔噔噔噔，哎，他会不会？哦，我想说他会走进那个墙壁里面，然后就这样消失了。看来是没有，想太多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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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门可以开吧？哎，手才小、哦。嗯，麻烦。让我前进也不是，后退也不是，因为我很怕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是跟他正对脸，那就很尴尬了，绝对尴尬到爆。看样子他走远了吧？算了，我要放手一搏了。因为他走远了，这货走远了，走远。走远了，我们可以选择绕这里啊！开门，看手三小，每个都锁起来就饱啦，快乐饱啦、哦！好，我们就等他走。如果可以声东击西比较好过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跟着他是当，跟着地上电线。哪里有电线？这声音也太近了吧！哇！
要转弯。对对，就这里，就这里。哇，太近啦！走回来，真是难以捉摸的鬼啊！这鬼实在超级难以捉摸的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拜拜。这边看起来没什么东西啊。欸，我又回来电梯这里了。现在是几楼？欸，我莫名其妙被带到四楼了。